你为了有向神的指示，一边也得看下，像 Sacred 听药牙的 YouTube 抛十八频道，恰恰出外教育向十公里外，你该去买嘞，你出去检疫报纸上来要放出来嘅。计钱门啦，事实讲啊，七至新一十四日啦，天意集团嘅行通管制令期间啦，任何人啊只能够前往出家的任意桥嘅屋卡桥嘅地方，喺十公里内啊，而交通发通才系为啫，而卖食物、卖生活需要嘅用品或者。药物或者其他买营养买都好啦，在十公里的范围内，十公里的范围内不能够超过十公里用根据那个传染病啊或者管制令的条规咧，佮用指出咯，除非有合理的理由，否则诶，咩嘅话咧，出门购物啦，出门去买东西嘅人民啊。不能够有同伴上水，只个不能够有多计人来帮你扯出去哦。你要出来讲都离开屋卡十公里之内哦，哈啊！再给我们呢，在总监察署在宪报上颁发最新的条例中有按样讲啊，哈！任何人如果有需要前往，没有计提起啊，或者水池狗卡啊，去另外一地方的时候啦，必须有特殊的、极特定的理由。啊，用要搞住只好特别的理由，比不能够亲自在讲，要挨去小骗啊，挨去啊买嘛。你听一只好充足的理由，或者特定知名嘛的理由，那名人士咧，必须先获得那个出家附近咧警察局咧。警察所发出的书面批准文件哦，嘅意思是讲，你要去远啲嘅地方，或者超过十年，或者甚至或者十年地步都好，你都要去警察局，你最近呢马达了做去啦，最近呢马达了去申请一张文件来证明你有按个买来俾人家看哦。要不然话人家查到，你都冇东西出俾人家看啊，就属于犯法了咯，违规了咯。你向条例咧，佢上面啊，佢咁讲啊，人民出门尽轻易提供啊，或者而家俾人家，或者运送服务，或者系送东西嘅啫，或者一啲服务物咧，日常用品咯，人人用到咧，唔用到佢唔听咪用啦，嗬。药物啦，或者营养嘅补充剂，有啲人啊，偏爱啊，一些嚟嗰嚟补啊，一些爱计买嚟养一样嘅东西嗬。前往看病或者接受医药服务，或者一啲人一看病啊，有病啊，你知道可能一天要复诊啊，要重新俾医生看到一轮啊，你要先检出，只要你要献出你嘅理由，要爱计治哦嗬。喺新嘅条例中啊。行通管制令啊，行通管制令呢期间呢，因为基本的服务也感受系涉项，也比商业房嘅东西咧，要感受系好多咯嗬。见啊，包括要诶服务喺水工啊、水啊、厅啊、通讯啊、消极爽网嗰啲东西啊、保安啊、或者防卫啊、security 一啲啊，或者垃圾啊、清理卫生啊。那啲啊樣嘅東西啦，嗬。其他基本服務啊，即係銀行同埋金融啊，那啲在銀行做工嘅啊，那啲出出入入愛上班落班嘅啊，嗬。啊樣當然啦，佢哋話要 TPS 或者書面咧上面，或者要買張紙啊，嗬，買得了出來嘅批准下嘅文件啦，嗬。未有人可以啊。记住，所以你不可以插埋斜壳、插埋袋壳，在任何建筑物、任何只地方也不能够多多人插埋一边壳，或者参加任何嘅
集灰啊，唔能够要集灰这样超过三十年或者十四十年才有的东西啊。唔连而喺宗教啊，或者而喺拜神拜马喺度好啊，或者冤通啊咩啊，就先就大冤冤通下就都唔得啊，小行或者错在啲禁忌都唔得哦，杀狗或者其他嘅阴魔门法法中啊，总之唔好超过三四十一邪才越代啊，哦，人民可以参与啊，贴七灰只要贴天前矿贴啊壮烈。哦，能够出七插灰咧，其实现在邪嘅话咧，其只能够喺在呢位咧，只能够出插出七啦，出七。将来比如讲要啊拍尸啊，啊有人过去善啊，要送殡啊，可以拜祭啊，有毛病嘅啫。但系都爱采一种好限制，限制到最少人数之下。将来能够哦，能够有多多年哦，哈。啊，根据新的条例啊，每一届革命啊，或者永久革命啊，或者海外归来的外侨啊，就外滩转来啊，到海外就马来西亚关卡的时候，关口的时候呢，一天要经过身体的检查，一天爱好，咁样将能够在移民滩的关口啊过得来哈，有别人的话系唔得哦，哈。不论是在任何入口处啊，都要遵守啊以上的所有条规啊，哈啊，或者要看那个官员啊发出 MI 指示了哈。任何违反条例的啊条规则啦，一个你犯了这个规条的话啦哈，或者啊有违反中监或者当局官员所指示的条例啊哈，啊你属于违反罪行咯。啊！你喺度翻嚟发嘅话咧，可以俾罚款咯，而或者会变佢罚款啊，不超过1000令吉马来西亚，不超过1000令吉会罚你啊，或者监禁嘛，仲要坐监嘛，唔超过6个月咯，唔超过8年啊，或者两样东西都要扯来啊，嗬。为了管制人民外出，叫物叫买食物，又危害强也要出于。啊，为何也就要去出去买东西，哈、哦？啊，见啊，闯关入宅，或者你做生意、做小事、做熟悉一啲啊，或者负责人啊，或者做一天去做去做那个工作的话咧，只能够按照中央发出的指示，啊，用几位一条条规教你两面两面咧，一个你做生意一只，做熟悉做么？做啊，做饭档啊，做茶水嗰啲嗬，啊要就买嚟嚟紧系用五面啦，其实啊，以面下茶办到那路，啊用几或者几位稳当，或者几种字嘅用写啦嗬，低费或者送餐方式啊，销售买卖或者几呢条啊线咧，就见面你可以出卖送饼噶买卖嘅东西啊。送一啲熟悉嘅东西啊，送一啲床啊，啲咁饭也好，饭也好，茶水也好咯，嗬。被赋予权力嘅官员咧，啊，向任何人或者群众啊，索取有关疾病预防或者咁样嘅资料时，哦，或者你搬到呢度啲警察或者呢度啲人啊，嚟查你物嘅时候咧，你就要啊搞出你嘅资料咯，搞出或者头先所讲嘅。iPhone 先咯，嗬，仲敢可以对于其嘅任何嘢，只讲对阿个偏见啦，后冲有后旧封强嘅旗，只讲阿地方用嘅，翻喺你仲偏嘅地方系一种 T 旗，嗬，仲敢可对以前的任何嘢和群众发出任何一般或特定的指令，要求这些人。这些官员或群主来采取啊任何措施，我几讲或者有啲警察啦，有啲人员啦，一啲消费权柄而来查你咧样啊样啊东西，查到你嘅时候啦，你就要搞出你的资料嚟啲嚟样啊样，佢就要求每年嚟样每年啊样嘅学，哦，你嘅最主要嘅太阳系咁样啦。佢你嘅所愛講嘅咧，即係講，無論你出去哪位啦，你離開屋企只能夠在10公里之內啊。
我去人哋一學去兩蚊都好，而我搞出人嘅戰鏡咯，講俾佢聽，買理由買理由啊！你嘅戰鏡呢，我去建設出，我去買得了寫出來學。好啦，就講到呢位啦。啊，恰恰人嘅到來，恰恰人嘅小康學，恰恰了。